Bueno. Thank you.
你说你说北京的。
黄马是。你看那四行麦都在这儿，这大。他那边是要求是好像先开发票吧，钱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到的。他们公司这种大公司很程序很繁琐的，他的票给了他们，他们还要寄到是美国去，还要美国那边的财务才审核通过了以后，再来拨钱下来，很繁琐的，所以没这么快。就开发票，我正在问那个卢岩，就是那个安伟的老婆，看看是开多少，好像是一个总数65200，好像是，但我确定了一下，我正在跟他联系。到了，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放在门口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出来拍东西了。我下午吧，我拍完了我再回去。
亲历他这当然这里咱都是来了因为他咋地Thank you.